这把未崩啊，2-0的塞拉斯，对面打野2-0开局，而且我家队友应该帮不了我了，我 F6 开吧，单开野怪吧。这老黑带引燃的 ，TP 引燃老黑，要不刚才能操作的。 这么装啊！耶耶耶！为什么这么累？中烟已经静候多时。 怎么说这下路？看我三杀，干了他们！这么肥呀、啊！ 最后一下，没办法了，我这E放的不好，我操，我没想到这塞拉斯他会直接撞到我 Q 上，你知道吗？我寻思塞拉斯他E过来以后他会 W 吸一口，我就赶紧放 E 给他嘟嘟死，他这撞我脸上了，那还好吧这波？主要咱们没装备，有装备就三杀了，这不一点装备没有啊？回家把装备消费一下。 OK， 海妖杀手，差多少钱？400。 这塞拉斯前期的优势基本上玩让他玩没了，他一级2-0开局打到现在4-2，我们0-1开局打到3-2。
现在我的发育是比他要好的，而且好很多。哇，这夏洛这么喜欢打架，那支援一下吧。好，两个助攻，回家海妖了，漂亮。买完海妖，第二件挺近吧。这第三波装起来了，装上了。装起来喽！这老黑要不走的话，杀了他啊！他坦塔皮，你犯了死罪，你犯了死罪！这把他拿下！你犯了死罪！实罪，这老黑还有走位呢，把这个先锋拿了，然后三级 Q 完事主意啊，这边击杀野区吧，有大招了，支援一下啊。A 死你 ，A 死你。这波有旋风 buff 啊，一直接放旋风，开吃，杀到小兵，让小兵变成我们的虚空鱼，死罪！这边升个八级去上抓一下。老黑要跑，让他走吧。大招还有多长时间？118秒，还有2分钟。我感觉我得回家买装备了，回家消费一下。中塔可以拆了呀，三个人抓伤。中塔拆掉，一泽300赏金，这么肥呀、啊！把这一泽看怎么处理一下。这一泽好像挺贪的，这波光辉他辅助不在，哎呦，能跑呀，成绩。这没办法呀，这一泽意识不错，知道我们来了，有可能是在战药草有眼。
你别从这儿堵啊，你从那会儿你怎么跟我走一个位置啊，哥们儿。怎么跟我走一个位置啊，赶紧把这线推过去啊，推过去我还能把那魂儿捡起来。捡个魂儿去一下时间。啊啊啊，我感觉我今天打游戏有点迷，兄弟们，我感觉我打游戏好迷啊今天。什么不止今天迷，天天都迷啊。哎呦我这可伤心了呀。我还要买什么鞋啊，我来冷却鞋啊。击飞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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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啊，被他练到了，先击飞勾一下，先打光辉全死了。我允许见证。满级液，TP 是谁啊？老黑啊，我来了，先上光辉。我操，干啥呀？我还就不信了，老黑没引燃，这不利桑多不来，我真死了。老黑真猛啊，我可能把第二先锋收一下，这先锋对我太关键了，对我来说先锋很重要。别去啊，塞拉斯在前面。这没办法，他偷了黎桑卓的大。等一手黑切，买完黑切伤害就质变了。黑切打人有加速，有破甲。啊！勾，感觉不应该买这个鞋，他这个上单还有先锋，咱们赶紧去上路守波塔吧。
这波好好操作的话可以双杀的。哦，我操！哦，先闭一下。好厉害呀！回家黑切了，他们好像不想回家呀，他们可能要动这个小龙的。先回家把黑切买了，赶紧去。还行，塞拉斯回了，来小龙集合，团团团，来波团，来波团，来波团集合。这波我很强势啊，这波打赢了就翻盘了。现在落后六七八，落后八个头一个塔，打赢这波团。这个塞拉斯，我真让他给我恶心到了，就偷完一伤的大就整我，我队友你不管的是吧？都给我死，都别活。还行，挺赚，这波二换五。嗯，主要塞拉斯确实伤害高，他偷了一伤招大招，一套能打我1500，够用够用，团战打赢就好了。下一件的话，死亡之舞吧。哎，我想直接买血手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把这个死舞，挡不了物理，挡不了魔法伤害。他家这个塞拉斯很肥，但是我又不能做魔抗，我可以做个护盾，做血手。又是一换一。来血手啊，看一下血手的装备。一会儿先来个875吧。OK， 这波可以大龙了，他们打野死了，开局直接大龙就行了。不是，谁说这是白金局啊？别造谣行不行啊？这明明是翡翠局，好吧？先捡个魂儿，击飞，哦，打不过他，还行吧，一换二，塞拉斯伤害太高了。我赶紧出血手吧，我真打不过这塞拉斯。
OK， 还可以。有血手就好了，差一千。七百七十五。这波卡莎起来了。最后的晚餐，以世界为主菜。这推就行了。我可以反打，兄弟。哟，这塞拉斯偷力伤多大？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男刀在中路杀疯了。塞拉斯的力上多大，不行啊，还有这个大招我打不过他呀。把机器人叫过来，机器人来能打，把勾过来就给他秒了。击飞龙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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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，回来打团，我回来了。满嘎血手，最后一件，最后一件智慧默认吧，来个智慧默认吧。他有没有啥装备能买的呀？要不还是把15做了吧，感觉血手也出完了，可以把15买回来了呀，是不是啊？把15做回来吧，感觉15这装备不做不行啊，不做很难收割的起来。这老黑太肉了，打他不掉血。马上16级了。血手980的护盾。这个世界不会彻底湮灭，我将取而代之，如同一个孩子。不让他过来做眼，改变是必的。
哎，没捡到魂儿啊！没助攻就没魂儿啊！哎！哎，我操！我这一拳打到一泽身上了，没打到大龙身上。避一下吧，把这个死亡之舞买了。先不换血吧，一会儿再换吧。啊！坏了！我家后排全死了呀！这不我跟队友先打前排好了，我就被一泽给牵制住了。嗯，应该一波不了吧？我们队友还有20秒复活了，这难道怕是GG打早了吧？高地给一路啊！一会儿他把鞋卖了，鞋得卖，鞋得卖，鞋换水银鞋吧，先卖一下吧，卖出水银鞋，要不一点魔抗都没有。怕是GG打早了吧，对面。先回家啊，先补给一下。我看有没有红 buff， 我操，来个红，没红先闭了。
这鞋卖了，来个巨酒，再来个钢铁合剂，血手2000的盾，我血量很高，4300，攻击力400，数值怪了，兄弟们，400攻击力，4300的血，我把这红吃了，哎，要打架，算了吧，这机器人瞎他妈开，他从来不等人的。我这帮队友就是不等人，我这点我理解不了，我操！那这就不等人是什么意思啊？机器人每次就是看到人就勾，无脑勾。我大龙秒了吧，10秒大龙，把大龙杀了吧，机器别乱勾啊，别乱勾啊，你等等人再勾啊，哪有你这么勾的呀？中路一波了，他寻思啥呢？中路一波了，中路一波了，铁子，那中路一波了，怎么少人一波了？跟他妈玩游戏啊，很害怕，就动不动就开上了。你可能你这边不知道怎么的，那边就打起来了。我队友一波了。他们来过来搞我，他们死了，三个人搁这搞我，一波一波一波，鸡鸡，让你们打鸡鸡，整没用的。